路亚钓好了啊，开始活虾钓鲤鱼了啊。这条大了，这条大嘞，哇，哈哈哈哈，美美的美美的，这条大物哦，大米鱼大米鱼，哇，一个多把住一个，又重又重，哦，嘎达嘞，死重的。哦，蟹都才一只，蟹都才一只了。大火，大米鱼，蟹都全部都才一只，这下麻烦了哦。鲈鱼爆虾，老味就多些。就丢球往里来，其实拍了一两个人就在中间，就其实拍了一两个人就在中间，中间一发都，你俩可老傻乎了呢。哎，下午只有我只有我我亲戚们，有我来来来，我们下次了。你俩今天不进入玩的，你俩刚从八进的，啊，是啊，刚有鱼，我把鱼，鱼呢？鱼呢？还没好看啊，就干鱼了，还干鱼了，我不捡到去了，去了是吧？好吧，好好啊，给你捡到去了，我不捡到奖金，下次放出去收嘛，好呗。啊，这里不会咬的哟，不会咬的。我搞，把那个粪洗过了，洗过了，吹走了，怎么了？这洗过的，洗洗。啊，洗洗来了，洗了是吧？Thank you.
哎呀！鱼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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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，三哥又上鱼，别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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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条鱼好，这条鱼好了，我又被选了，就这么直接吗？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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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哈哈哈哈！你快都给抬走了。咦，就是那几块，就是二十九亩，给你搞的来了，给银标了。哎呀，我拿错我都来不及了啊！不慌不慌，出去给你办就，就是老将军，你最好你补。快点快点！同志，坐下坐下，徐主席。又来一条，来了，又来又来。又来又来，那个锅，我今天刚刮走的。这里丢个路，别丢手啊嘛，这里丢手。也搞几条啊，弄点出来了，那没办法，这个是一道回家回家，跑了好多条啊，回家回家了啊，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明天继续啊，拜拜。